近日，李嘉诚旗下基金会官网发布了一则基金会的最新动态，还配上了李嘉诚的近况图。照片中，现年92岁的李嘉诚穿着正式，衬衣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顶，在家也很是精致，头发虽然稀疏，但是依然黑亮，精神很是不错。他翘着二郎腿坐在客厅里看足球赛。除此以外，李嘉诚的饮食也让众人诧异，只见他身旁的餐桌上只简单地摆放着一碗白米饭，一碟蔬菜炒肉片。原来首富也并不是顿顿山珍海味。李嘉诚基金会还表示，当李嘉诚从电视荧屏中看到这些球员双腿有力拼命奔跑的时候，他立即想到了基金会资助的膝关节置换这项手术。李嘉诚并不是富二代出生，早年在做工补贴家用的时候，因为疲劳过度损伤了膝盖，因此展开了这项全膝关节置换手术资助计划，让更多患者受惠。据悉，李嘉诚非常热衷慈善，尽管他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，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李嘉诚对家乡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帮助。希望李嘉诚也一直能够不忘初心，继续将事业做大做好。